出场。没错，他带着一些那个一个比一个酷啊，有一点小小的愤怒在里面。愤怒，上次也说为什么才要来？我们今天下午在聊这个天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最吃惊的是尚雯婕。居然从来没有上过快乐大本营，我们一直也没来过。对啊，我第一次来。我们其实是因为在别的节目有很多的合作，所以是熟悉的，但是快乐大本营才第一次。是为什么？是我们没请你，还是你没空？你们没请我啊？对啊，你不请我吗？你瞧，你气的毛都炸了。别气，毛都竖起来了。开玩笑，那个。其实之前有请过几次，但是因为时间对不上，然后档期对不上，然后这次对上了，就终于来了。先跟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打招呼来。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尚雯婕，第一次来到快乐大本营。你的人呢？对对啊，就是对，因为在歌手的这个节目当中拍照拍照，对，欣欣是那个尚雯婕的经纪人，对对对，这个毛毛飞出来。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歌王来了哈，我们曹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议曹哥，请多多指教。他今天下午特别坏，他说其实我来过一次，但是因为当时我嗓子坏掉了，所以后来没有播，这段就没有播。然后我们五个人因为。跟他也不是那么熟，对啊，我们这人就沉默，不知道他是那种开玩笑的个性。我们五个人都在认真的思索。然后我只有我在找他的原因，我说你记错了，因为我感觉我们不可能就是录完全忘记他，对，因为我很自信，对我们的节目是很自信，因为我站在这个舞台，当灯光亮起，每次都掉了。下面要把这段剪对啊，不能在对节目里。其实曹格是一个，我觉得。唱歌的时候很用心，然后上综艺节目，我觉得他可能是会玩呲的那种人。玩呲就是过了是吗？不是过，他就是很幽默的那种。因为刚才我不是夸他裤子很闪吗？我说哎呦很闪哦，他转身就跟尚雯婕说很毛、哦、很毛、哦，没有这么夸人的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这个铁肺小天后，我们的邓紫棋，欢迎。欢迎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邓紫棋，第一次来，多多支持。太会唱了！你之前上综艺节目多吗？在香港的综艺节目其实并不多，所以我上的机会也并不多。是，那你之前有知道我们快乐大本营吗？对不对？知道，知道。Okay. 对，他知道你有加上过吗？小心他用那个你哦！好朋友，我看到你丈夫。什么？我笑了。我们这边不流行长相，豪哥特别怕。自己漏过每一个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刚才他说，林宥嘉是你好朋友，我见过你丈夫，然后曹哥怎么什么什么，我前天才见到他，哦，大家熟的，好，好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来，先快乐大本营的观众，我们也请那个邓紫棋跟观众。